培根奶油意大利面啊，做给主厨吃的、啊。你放手去做。这个是有葱的哦。都有啊。白色那个是什么？这是葱。哦，葱哥。啊，不是洋葱。这里像芒果的芒果，好看。真的、哦。那个是起司粉吗？那个是胡椒。多少的牛奶？100。鲜奶油。哦，鲜奶油。20。客人快饿到翻桌了。要了。所以我应该是先。先，我靠！你我假的敏感，你应该是先。哦，微波。我要先丢培根。微波炉还要先进，肉培根要先进微波炉哦。要推动吗？哦，推解冻就对了。好，小心，现在开始。很会讲哦。他讲什么？在一中那个什么高屏木瓜牛奶，他们就用这个。看你是嗑药吧？哦，水水的哦。你把面放下去之后要再加热吗？还是维持原本的温度？加热，因为它要收汁。对，然后现在有做菜的潜力。我刚刚想问，我现在说，我今天就惊啊，你们知道？培根哦，主厨在带新人哦。下面外酱汁这么少，为什么没有酱汁？所以说那个酱汁呢？中华一番那个。下次知道了。越来越进步了哦。下次知道了，因为我这个火我先调到3，然后所以就有酱汁。这个是6，然后就关火，然后就赶了。下次知道了。自媒体的第一步，煮菜。要不要吃了没啦？都帮你拿好了。那他会在第一步吧？为什么会没有酱汁？蒸发了。你正确时候把酱汁背不正。我靠！厨房魔术师，厨房王元照，挥发掉了。厨房可乐哥，把你的酱汁背不正。啊，这样子酱汁不够吗？啊，这样算不够吗？台湾人吃不习惯，就太腻了。哦，太少了就对了。太腻了。还是刚刚加太少。这我就不知道。意大利人跟台湾人的那个饮食习惯差很多啊。意大利人的面都是生，那个半熟的。哦。都是吃起来面筋是硬的。饭也是啊，炖饭也是啊。对哦。意大利人在做炖饭的时候传统。嗯。他们是直接生米下去炒。哦。不是直接饭煮好那个。因为你把米丢到煮饭锅煮出来一定是全熟，不会半熟。那我跟你说啊，那个主食你一定要半熟，就跟酱汁做融合，你的主食才会吸汁啊。嗯，那你饭都全熟了，你要吸什么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都快变稀饭了。那你他们的做法叫做炖饭。嗯，我们这边有炖饭吗？你把你面换成饭下去就不是炖饭。就不要炖饭了嘛。啊，我们这边没有焗烤，对不对？浪费那个，很浪费时间的一道料理。对。